各位观众，恁哪卡好？为什么呢？麦克风，不好意思说了哈，先拔掉，然后反向，好，插进去，开电，啊，接那发射器拿来，啊、发射器，谢谢，然后再来，充电 ，Oh my god， 已充电，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哈，来解锁，双收音。双收音，一个收音，对，拿好，嘿，两个收音，滑鼠拿出来，两个收音，两个收音哦。刚刚的直播用这个声音还真不错，还有顺便充电，充电，这个是 iPhone 的全系统都能够支援，这里还有一个监听孔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了。好，再来。Type C Lightning 3.5，它还配一条 3.5 转手机、3.5 转单孔电脑的线，太神经了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拉掉，换 Type C 的版本。好，充电。好，开，好，开了。各位观众，充电中，充电中，正在充电15%，太夸张了啦！我都不好意思说了，这一个这么便宜的手机呢，充电也供应，然后四种手机的规格都能够过，电脑、相机也都能过 ，Lightning Type C 电脑、手机通通都能够过，这样接上去就是接一般传统的手机3黑的。这个东西多少钱呢？不好意思说了哈。各位观众，3980元就是这个厉害了，我的1:1、1:2无线收音麦克风4合1的，谢谢。